2008年4月，荷兰国防参谋长迪克·柏林将军开始了自己的退休计划。当得知将军即将退休后，各路媒体纷至沓来，荷兰广播公司对将军进行了专访。在采访中，记者问道：“在您的军旅生涯中，您最得意的行动是什么呢？”柏林将军思考一会儿后说：“应该是1977年6月11日那次，就是德平特镇的那次行动。”记者说：“对呀，您是那次营救行动中的飞行员之一，开着战斗机震碎玻璃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柏林将军摇了摇头说：“实际上，大多数的玻璃是被子弹打碎的，我们只不过制造了噪音而已。”说起来，那群南马鲁古的恐怖分子确实够顽固呀。将军所说的恐怖分子来自于一个不是国家的国家——南马鲁古共和国。由于这个国家没有得到过国际社会的任何承认，所以当后来的人们提起这段历史时，只会认为这群人来自于一个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当人们提起印度尼西亚时，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国家挺大，就是有点小。印度尼西亚世界第四人口大国，2.62亿的人口相当于足足93个通辽，19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排行世界第15。但如此庞大的体量，印尼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却连乐视薯片里的空气都不如。唯一知名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岛屿有点多，差不多17000多个。印尼的古代史非常悠久，早在14世纪，阿拉伯人就开始在这里展开贸易，并且把伊斯兰教带到此地。1512年，葡萄牙人到达了这里。葡萄牙人到达后，惊讶地发现，在欧洲极其宝贵的香料在这里居然随处可见，很快做起了香料岛爷。随着葡萄牙人的发现，英、荷、西班牙等几大强国随之跟进，最终荷兰成功胜出。17世纪初期，荷兰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这里的香料贸易，在马鲁古群岛南部的安文岛上建立了总部。而荷兰人在此地的统治，差不多是熊猫吃大餐，除了损还是损。为了强迫当地人劳动，荷兰殖民者在这里人为的制造饥荒，以逼迫当地人成为奴隶。靠着这种缺德手段，荷兰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为后世荷兰的富裕赚来了第一桶金。如此丧良心的行为，不引来反抗是不可能的。在被荷兰殖民的岛屿上，奴隶起义此起彼伏，对此荷兰人只有一个方针：杀。在很短的时间里，殖民总部安文岛上的15万居民被屠杀了10万，班达岛上的10000多居民则被屠戮殆尽。靠着毫不留情的屠杀，荷兰人成功镇压了本地人的起义。进入19世纪，荷兰的殖民地被明确整合为荷属东印度，这也就是现代印度尼西亚的雏形。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荷兰政府开始在本地传播荷兰文化，然后他们就得到了一个很黑色幽默的结果。由于安文、班达等地的人民已经被荷兰人几乎杀光，荷兰移民和混血儿占据了本地的空白，很快形成了稳定的基督教社区。而当年屠杀不太严重的其他岛屿则完整地保留了伊斯兰教文化，荷兰的同化行为毫无效果。荷属东印度的疆域里就这样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这种局面，荷兰政府感觉问题不大，大屠杀为自己杀出了一片核心领土，这个结果也不错。当年的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人类历史上做损事是会有报应的。当时间进入20世纪，为了获得熟练工人，荷兰人开始对本地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教育。然后他们发现，在殖民地普及教育有一个副作用，本地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了。本来这片零碎的群岛上，各处岛屿的人们从来不认为彼此属于同一个民族。可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家的格局逐渐打开了，各个岛屿之间逐渐达成了共识。你看，咱们都信伊斯兰教吧，咱们都不是白人吧，最重要的是咱们都被荷兰人欺负吧，这不就是一家人吗？正当荷属东印度的人们逐渐觉醒时，想睡觉就来枕头。1920年，戴英过来送温暖了。一个英国博物学家为他们硬生生创造了一个词，印度尼西亚，横空出世。妥了，从此以后我们印度尼西亚是个民族了。很快，印尼独立运动就开始在荷属东印度传播开来，以苏加诺为首的印尼民族党四处活动。1928年，他们正式提出了一个口号：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荷兰佬，老子们跟你干上了。而对于印尼的独立运动，荷兰的反应是不敢有什么反应。20世纪已经是文明的世纪，印尼的体量百倍于荷兰，荷兰的殖民政府和军队里有大量的印尼人，真翻脸了对谁都没好处，所以荷兰殖民政府基本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态。抛开内容不谈，我赞同你们的观点。直到1940年的到来，1940年欧洲发生了一点小变动，纳粹德国进攻荷兰，荷兰本土在抵抗了5天之后就宣告沦陷，这下印尼尴尬了，跟南美的苏里南一样，他们面临着同一个窘境，殖民地还在，宗主国没了。面对这种奇葩的局面，荷兰殖民政府紧张的要死。为了做好风控工作，荷兰总督下了个非常有创造性的命令：抓人。抓人并没有什么稀奇，但荷兰总督的创造性在于，他抓人的原则是把一切有可能搞事的人通通抓进去。随着总督大人的一声令下，荷兰殖民政府将在本地生活的德国人、犹太人、捷克人、匈牙利人、丹麦人、南斯拉夫人、比利时人和波兰人通通抓进了监狱。终于，在印度尼西亚的监狱里，荷兰人提前实现了欧洲人民大团结。可惜的是，荷兰总督的努力最终白费了。1942年，日本开始进攻荷属东印度，很快就占领了这里。在一开始，印尼人还不知道 X 是什么东西，因此甚至还要给太君带路的。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跟 X 比起来，荷兰人都算有点人味儿的。数以百万的印尼人在日据时代被鬼子迫害而死，各种暴行惨绝人寰。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人在印尼却实行了一个很聪明的战略，
他们一边压榨迫害印尼人，一边给印尼人画大饼。所谓画大饼，指的就是许诺印尼独立。日本人在占领期间训练拉拢了大批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也让他们支持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投降后的日本决定挖最后一个坑，他们找来了一直跟日军合作的苏加诺、穆罕默德·哈达和其他的民族主义者，告诉他们你们可以独立了。于是8月17日，印度尼西亚独立宣言正式出炉，也独立了。印尼宣布独立后，日本人很高兴，印尼人很高兴，美国人也并没有不高兴，只有一群人不高兴。荷兰人觉得你这不是抢跑吗？日本人和印尼人的这次偷袭属实让荷兰人破了大防。印尼跟苏里南这种赔钱货不一样，那是荷兰的核心利益，本来战后荷兰准备收复故土的，这怎么你们还独立了呢？因此在印尼独立宣言发布后，荷兰政府立刻宣布不予承认。但尴尬的是，当时的荷兰根本没有武装力量能够干涉印尼。所谓 The heart's not enough, snake 吞象， without power 有别上。火急火燎的荷兰急于在印尼展现一下自己的存在，最终他们勉强组织了1000多人的军队进行了一次登陆。那么这1000多人从哪儿来呢？就是从南马鲁古群岛。前文说过，由于荷兰当年的大屠杀，马鲁古群岛南部的安文等几个岛是完全荷兰化的地区，这里生活的几十万人始终心向荷兰。一听说印尼要独立，本地人很清楚，荷兰人走了绝对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活人不能让尿渴死，所以大家纷纷组织起来准备帮荷兰清理门户。就这样，荷兰和印尼正式开片，双方在未来几年中打打谈谈，荷兰始终无法完全取胜。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1949年年末，印尼和荷兰正式达成了荷兰印尼协议。荷兰承认印尼独立，条件是印尼加入一个由荷兰领导的联邦，外交和财政权掌控在荷兰手中。不过仅仅5年以后，1954年印尼就驱逐了荷兰官员。1956年，在苏联、中国等国的支持下，印尼正式废除了协议，完全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以上就是印尼的独立历程，它的结局很圆满，只有一个小瑕疵。像南马鲁古群岛这样地在印尼人向荷兰的地方要如何安排呢？在荷兰和印尼的协议里，南马鲁古应该是以州的形式加入印尼联邦的。可是南马鲁古人觉得，对于这个安排我们还得自己再安排安排。原因是在几次荷印战争中，南马鲁古人都冲锋在前，手上有不少血债，他们跟印尼的关系已经极其对立了，根本没法合并。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家，那罗密欧与忽必烈才能过到一起去吗？因此南马鲁古人有了一个构想，印尼是靠着抢跑成功独立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也抢跑来从印尼中独立出来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南马鲁古人开始筹划着独立。为了给新生的印尼添堵，荷兰也对这群人暗中表达了支持，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想独立，援助不是问题，从荷兰军队中退役下来的本地士兵都可以派来支援你，到时候天兵一到，你们何惧印尼。所以南马鲁古人有了胆量。1950年4月，一名叫苏莫基尔的印尼官员站了出来，联合南马鲁古人正式宣布南马鲁古退出印尼联邦，成立南马鲁古共和国。苏莫基尔本人被选举成为共和国的开国总统。在南马鲁古宣布独立时，印尼正处于交接的关键期，没有时间理他，因此他们的独立没有什么阻力。可是今天不理不代表将来不理。1950年8月，腾着手来的苏加诺宣布不承认南马鲁古独立，煎饼果子下毒药必跟我来这一套。双方几次谈判未果后，当年9月，印尼军队开始进攻安汶岛。此时新生的共和国深深危机，南马鲁古火速向荷兰求援，天兵呢，天兵呢，天兵救一下呀。尴尬的是，荷兰答应的天兵没有来，由于各方压力，荷兰没有敢直接给南马鲁古什么支持。这个可怜的小政权在印尼的围攻下坚持一个多月后，首都安汶岛就被印尼攻克了。南太祖苏莫基尔率领余部北受塞拉木岛打游击去了，南马鲁古共和国由此灭国，国祚一共6个月。对于荷兰这种无耻鸽子导致他人灭国的行为，南马鲁古上下表示一致唾弃。我好不容易独立一次，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臭！也许是由于脸上挂不住，荷兰因此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把南马鲁古的军人和流亡政府以及他们的家属通通接到了荷兰，总人数大概12000多人。既然你们不愿意跟印尼混，那就在荷兰先住下吧，也算是给你们一点弥补。1951年，10000多南马鲁古人被荷兰政府接到了荷兰本土，这是一个将来让他们后悔的直呲牙的决定。这群南马鲁古人到达荷兰后待遇如何呢？他们认为，我为荷兰流过血，我为女王拼过命，荷兰政府怎么着也得把我们奉为上宾吧。尴尬的是，荷兰给他们的实际安排跟他们设想的有点小出入。对于南马鲁古人的待遇，我们就说个最直观的案例，荷兰政府给他们安排的其中一个营地叫维斯特伯克，这个地方的上一个用处是纳粹的集中营。荷兰政府觉得有集中营住不错了，战后的荷兰百废待兴，谁家的房子都不够住，就这多少人想住还没门呢。事实上南马鲁古人也并不是都有集中营住，很多人被安排到乡村旁边的空地上扎个帐篷也就行了，如果只是住的差点大家都能忍耐。更缺德的是，荷兰政府还限制他们的行动，连出门想打工都限制重重。这群南马鲁古人完全与荷兰社会隔绝，不得不开始自己屯田，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荷兰政府偶尔也有点关怀，表示有什么困难跟我说，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倒忙。随着时间的流逝，南马鲁古社区里的人们开始变得消极，
本来他们是抱着能够复国回乡反攻印尼的梦想来到荷兰的，没想到的是复国一点影都没有，生活倒是越来越艰难。这荷兰也不好啊，远看像天堂，近看像牢房。渐渐的，一种新的思想开始萌发，所谓不在沉默中学坏，就在沉默中变态。在南马鲁谷社区里，一群青年军人开始复盘他们的整场行动。大家想想哈，最早我们是为了谁参军得罪的印尼？是荷兰。后来是谁鼓动我们独立，导致我们老家都待不住的？是荷兰。现在是谁把我们限制在这个破地方，每天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还是荷兰。所以啊，同志们，我们悲剧的源头究竟在哪儿啊？责任全在荷兰呀！你早知道支持不了我们独立，你当初就别瞎许诺呀！别人扶老太太过马路，你扶老太太闯红灯是吧？咱们不能任由荷兰政府这么无视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让他们给咱们一个说法。恰好在1966年，南马鲁谷人逮到了一个由头。在南马鲁谷共和国亡国后，太祖苏莫杰尔非常有种，带着人足足在印尼又打了12年游击，于1963年被俘。1965年，著名谢人苏哈托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也许是为了杀人立威，他居然命令把苏莫杰尔给处决了。太祖烈皇帝的变天深深刺激了南马鲁谷的子民们，所谓移民历尽河尘里，东望印尼又一年。在大秦皇帝去世后，苏莫杰尔的妻儿也跑到了荷兰，得到了南马鲁谷人的热烈欢迎。为了表达对先帝蒙尘的愤怒，南马鲁谷的一群小青年们凑在一起去印尼驻荷兰海牙大使馆门前抗议，抗着抗着有点激动，就开始往里扔燃烧瓶。所幸的是，这些燃烧瓶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只是面子上不太好看。对于这种攻击使领馆的严重外交事件，荷兰政府没有任何行动，反而一阵暗爽，该印尼是吧，独立是吧，看着吧，南马鲁谷的这群人将来跟你们没完，倒霉去吧你。时间走到了1970年，事情再次起了变化。1970年，荷兰与印尼关系逐渐缓和，印尼总统苏哈托准备于当年9月访问荷兰，这个消息无疑打碎了南马鲁谷人的所有幻想，大家一致认为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这场访问搅黄，黄国兴废在此一举。1970年8月31日早晨6点半，33名南马鲁谷青年带着枪驾车来到了印尼驻荷兰大使的官邸门前，他们一下车就边开枪边往里冲，在冲锋的过程中，榴弹还打死了一名荷兰警察。南马鲁谷人行动非常顺利，把官邸里的人全部扣为了人质。由于这次动静闹得实在太大，各路媒体闻风而至，长枪短炮的围在官邸附近开始直播。巧合的是，荷兰首相的住宅就在印尼大使的官邸旁边，而更巧合的是，荷兰外交部长约瑟夫·伦斯当天准备去首相家谈事，部长大人来到门前，一看一大堆媒体长枪短炮，果断做出决定，不走正门，翻栅栏去首相家。不过也许是地形不熟，部长大人没有抓好方向，他翻栏杆翻到了一群记者面前。而更尴尬的是，也许是年龄大了，身手不行了，在众人的围观下，部长大人就这样在几十家媒体面前摔成了皮尔卡当，成为了他一生中的名场面。劫持发生后，荷兰警察很快抵达了现场，开始跟里面的人谈判。兄弟们别激动，有啥要求你们提吧，别伤害人质。这个问题一出，属实有点把南马鲁谷的青年们给问懵了。原因是这群哥们本来只是因为愤怒而起的激情行动，行动之前还没有认真想过咱究竟有啥诉求来着。一群人研究了半天后，他们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这么多年你们荷兰都不搭理我们的流亡政府，这不行，你们必须跟我们流亡政府领导展开会晤，商讨南马鲁谷问题。第二，绝不能让苏哈托那个狗贼来访问，他是个凶手。第三，你们得向全世界宣传我们南马鲁谷的存在，必须让我们上热搜。这三个条件提出来，荷兰政府也愣了。这三个条件乍一看好像没法答应，仔细一看其实也确实没法答应。荷兰政府只好找来了南马鲁谷流亡政府领导人马努萨马，派他去跟绑匪谈判。马努萨马好歹算个政治家，于是决定亲自出马。他走进了官邸，展开了一场经典的忽悠。半个小时后忽悠结束，马努萨马凭借高超的口才让绑匪们相信，除了不承认流亡政府，继续邀请苏哈托以及不宣传南马鲁谷外，荷兰人已经答应了我们的一切条件，我们胜利了，大家撤吧。当晚7点左右，33个绑匪释放了所有人质，然后走出官邸向荷兰警方投降。在这次占领使馆事件后，南马鲁谷的青年们开始了自己的反思。大家看啊，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挟荷兰帮我们复国，那我们总是折腾印尼大使馆有啥用？我们攻击和印尼以后，荷兰人的表现明显是暗爽啊，这种思路不对，我们的矛头得指向荷兰呀，所以得换个打法。1975年的春天，整个荷兰都沉浸在刚刚摆脱吸血狂魔苏里南的喜悦中。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两个南马鲁谷青年决定给他们整个狠活。这两个小青年认为小打小闹并不足以让荷兰妥协，想成事得抓条大鱼。那么哪条鱼最大呢？荷兰女王朱莉安娜呗。两个人筹划了一周后，最终确定了行动方案。首先我们得租一辆卡车，至于为什么是租不是买呢？因为我们买不起。租到卡车之后，我们把枪支弹药装进去，然后开着它到阿姆斯特丹，撞进女王居住的皇宫，挟持女王，提出我们的条件，逼荷兰帮我们复国。这句话天衣无缝，我们这次是秦始皇光屁股赢定了呀。这个简朴的计划确实很有说服力，只不过有几个小缺憾。且不说这辆卡车要如何突破皇家守卫以及如何撞进皇宫，也不说他们要如何在上百个房间的王宫里找到女王，单说一件事儿，
就是他们俩也没看到报纸。那荷兰女王当时正在意大利度假，你们去闯宫门，她有意思吗？当然，除了计划离谱、目标不在以外，其实这俩人还忘了一件事，就是筹划这种色王杀价的大事，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还是希望能够保密一点。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这哥俩都是在一家酒馆里边喝酒边商量计划的。旁边的顾客听他们的行动计划跟听 PPT 路演一样，所以3月3号这俩人行动的当天，汽车没开出几步远就被早有准备的荷兰警察抓获了。劫持女王的计划没开始就结束了，但南马路谷的小青年们并没有灰心，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人一直失败，只不过多了点母爱。1975年12月2日他们又行动了。这天上午10点，7名南马路谷青年携带了武器劫持了一辆火车，枪杀了火车司机，枪声引来了巨大的混乱。由于所有劫匪都集中在第一节车厢，所以后面车厢的乘客们纷纷跳车逃跑，但劫匪还是劫持了第一节车厢中的30多个乘客。这次对于这种真正的恐怖主义行为，荷兰政府震惊了。一个步兵营很快包围了火车，考虑人质安全，荷兰政府没敢强攻，他们想听听恐怖分子们的条件。然后南马路谷的绑匪们提出了3个条件：与印尼政府断交，跟南马路谷建交，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南马路谷独立。面对这种要求，荷兰代表欲哭无泪：你们咋就不明白呢？我他妈管不了印尼，没那个能力，你知道吧？我能打得过印尼早就去了，还用你们催我？各位大爷们，我虽然之前办事不地道，但我毕竟也把你们从亚洲接过来，好吃好喝的款待着，你们就高抬贵手，别跟我们较劲了吧。荷兰代表这话一说完，绑匪们大怒：你不提好吃好喝，我们还不生气？款待？住纳粹集中营叫款待是吧？告诉你，不答应我们的条件都得死。接下来的两天里，恐怖分子们杀死了2名人质，残暴的行径震惊了整个欧洲。但荷兰政府不敢强攻，因为在火车劫持案的两天以后，印尼驻阿姆斯特丹领事馆也被劫了。这次领事馆劫持案原因是比较离谱的，是另外7个南马鲁古青年在看到火车劫持案后，也许是认为第二杯半价，这群人临时起意决定去帮帮场子，于是大家拿起枪来决定联合去劫持印尼领事馆。尴尬的是，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准备，这7个人中的6个连路怎么走都不知道。他们约定在领事馆门口集合，但一群人都是一路跟人打听才找到领事馆在哪儿的。由于行动没有任何计划，他们到达领事馆时，总领事根本不在这里。一群人冲进了领事馆一楼，到处抓人质，全然不知道2楼有个隐蔽的小房间，几个领事馆重要人物都躲在房间里。后来这几个人从暖气上绑了根绳子，从2楼顺下去，成功润了好几个。火车和使馆两条劫持，荷兰政府不敢乱做动作，万一一边强攻另一边撕票就坏了。无奈之下，荷兰政府只得又找人劝降。这次他们搬出了苏莫吉尔的遗孀，国母劝降你们不给面子吗？一番口腔体操之后，劫火车的7个疯子在12月14日投降，每人被判14年徒刑。迫使他们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天实在太冷了，他们在12月初动手，拖到12月中旬，荷兰的气温已经零下了，火车上又没有供暖设备，一群人冻得跟孙子一样，只能投降了。至于领事馆的一群人，他们其实早就被戳动了，但是为了跟同行卷一下，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坚持的时间比劫火车的那群人长，所以他们坚持到12月19日才投降，最终每人被判7年徒刑。当然能多停5天其实并不是他们的信念有多坚定，主要是领事馆里面有暖气，你清高你了不起你不怕冷行了吧。这两次劫持案彻底改变了荷兰和南马鲁古人的关系，从此双方从互相给点面子的表面兄弟变成了对手。在那段时间里，荷兰人看见亚洲面孔就害怕，而南马鲁古人也不负众望，准备再次找机会给荷兰政府一个惊喜。在双方的紧张之中，时间走到了1977年，这一年南马鲁古人又行动了。这年5月23日上午，在一个叫马克思的小伙的带领下，9名南马鲁古青年登上了一辆城际快车，上车以后掏出枪来：不许动，老子劫车。有了2年前的教训，这次南马鲁古人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好，他们挑在了5月份动手，绝不会再冻成孙子。而且这次他们把9个人在整列火车中分开布置，防止像上一次一样固头不固定导致人质全跑了。他们劫持了50多人，准备跟政府谈判。在城际列车被劫持的同时，另外4名南马鲁古青年冲进了一所小学，将小学里的100多名师生全部扣为人质。两头搞定之后，绑匪们通过广播宣读了他们的条件，除了老三篇的跟印尼断交、跟南马鲁古建交、支持复国外，这次还加上了新内容，要求释放21名南马鲁古罪犯，基本都是历年被荷兰抓的那些恐怖分子。当然为了展示决心，这群人还设下了最后期限，要求在25日下午2点之前满足所有条件，不然就炸火车、炸学校，大家一起死。所谓别来无恙，别来无恙，你别来我就无恙，折腾了这么多年，荷兰政府也是身经百战的老同志了，对于南马鲁古人的恐怖袭击他们早就有心理准备了。荷兰通过监听设备听到了绑匪之间的谈话，然后做出了判断，这群恐怖分子应该不想杀人。基于这个认知，荷兰政府也不怕了，他们对绑匪表示：什么最后期限不最后期限的，先往后放放，我们25号正好是众议院选举，选完再说哈。为了你们这个事儿，我们各党派都停止了拉票活动，改自然选举了，你看我们有诚意吧。对于这种漠视，绑匪非常愤怒：有诚意个屁，告诉你们，时间一到我们就撕票，别说我们没警告过，这次我们是玩真的。荷兰政府连声答应：啊，对对对，玩真的，都是玩真的。然后双方在平静中度过了最后极限，啥也没发生。
自觉有点打脸的恐怖分子表示，不是我们说话不算啊，我们这是体谅你们执行需要时间，善解人意的推迟了最后期限，告诉你们现在加个条件，给我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准备一架飞机，我警告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炕头，这次我们绝对是玩真的了。在绑匪们不断发出恐吓的同时，荷兰政府也在努力。在5月26号这天，学校的人质突然爆发大规模急性病，症状为呕吐发烧等等，恐怖分子吓得不行，担心自己也被传染，于是他们决定释放所有的学生和一名老师，叫荷兰政府派人过来接人。这个英勇而又社死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两名荷兰警察。英勇自无必说，之所以说他社死，是因为在绑匪的要求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威胁，这两名警察只能脱得只剩内裤招摇过市，从此一内裤双侠的形象在欧洲新闻史上永在史册。从后世的资料推断，学校里的这次疫情很有可能是荷兰政府在饮食里下了药，让绑匪们释放最脆弱的孩子们。在学校这边一片乱麻时，火车队里的精神头明显要好很多。为了保持士气，在28号这天，马克思开始率领人质们在火车上开始大扫除，以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但是坚持了8天之后，5月31日绑匪们自己也有点绷不住了，主动要求调解人来。于是苏莫吉尔的遗孀再次出场，连带着流亡政府总统的弗兰斯也一同出面。在漫长的调解之下，6月5日绑匪们释放了两名健康状况不佳的人质，算是表达了一点诚意。如此漫长的劫持让双方都身心俱疲，火车里面又没什么娱乐项目，时间长了以后，穷极无聊的绑匪们在6月6号那天居然开始在外面打棒球了，这就实在太不给荷兰政府面子了。长达十几天的漫长对峙已经让荷兰政府失去了耐心，火车内人质的状况也让政府无法再继续等待。又一次调解失败后，政府开始考虑武力拯救人质。虽然火车上的窗户全部被蒙上，但通过窃听器、热感成像仪等手段，荷兰政府已经准确掌握了火车内部的情况，他们最终制定了全攻方案。1977年6月11日清晨5点，趁着清晨的大雾，总攻开始。最先出手的荷兰军队使用机枪对车厢连接处和车头疯狂射击，以隔绝绑匪之间的联系。同时，六架 F-104 战斗机分为3组，在火车上方3次俯冲。战斗机带来的音爆让火车里的所有人都吓得匍匐在了地上，减少了人质中弹的可能。在密集火力的射击下，劫持者被子弹彻底分割开，注意力也被飞机所吸引。此时，武装部队开始强攻，利用爆破手段炸开车门。攻进火车后，绑匪们纷纷被消灭，活下来的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控制。最终，9名恐怖分子被击毙了6人，剩下3人被活捉。几十名人质中，只有2名人质被流弹打中死亡，营救行动大获成功。至于学校那边的营救则乏善可陈，特种部队借用了南马鲁古青年们的创意，开着卡车撞进了教室，轻易地俘虏了绑匪，并不确认的营救成功。这次人质危机虽然顺利解决，但荷兰政府看看美洲的苏里南，再看看亚洲的马鲁武，只能感叹前人造孽后人偿，我们究竟是怎么集齐这对卧龙凤雏的。感慨归感慨，但南马鲁武的事儿必须得解决了，要不然不知道下一次又要整个什么狠活了。想从印尼那边解决显然不现实，所以只能靠荷兰自己兜底了。经过漫长的协商和调研，1986年4月，荷兰政府咬着牙批准了一项计划，宣布了政府对南马鲁武人的特别福利。福利内容大体有4项，首先是给钱，所有第一代南马鲁武转移到荷兰的居民，每人每年享有2000荷兰盾的特别补贴，只要你活着，政府就发。这笔钱后来被换成了欧元，现在是每年900欧元。其次是给国籍，所有来的南马鲁武人，只要愿意加入荷兰国籍的，通通不拒，即使2代3代移民也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第三是给房子，以后肯定不让大家住集中营了，政府将为南马鲁武社区大规模修建住房，以超低价卖给你们，没钱的话也可以象征性交点钱租住。第四是给工作。荷兰政府在马鲁古社区开辟了特别就业的通道，保证起码有1200个岗位专门留给他们，只要你们愿意工作，咱们啥都好商量，再不济政府给你们打工都行。另外，荷兰政府每年还要拿出50万荷兰盾的特别支出，专门用于建设和维护南马鲁古纪念馆。诸位的大学大德，我国政府敏感无内，求你们别再逼我们帮你复国了，我他妈真管不了印尼，咱这事到此为止吧。经过几十年的繁衍后，南马鲁古人终于不再跟荷兰人较劲了，但他们依然在荷兰的土地上保留了自己的流亡政府，时至今日还有个官方网站，只不过还嚷嚷着复国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而远在天边的南马鲁古群岛上，大量的印尼移民早已与当地人交融混血，当年荷兰殖民者留下的印记早就已经消失殆尽了。南马鲁古从始至终都是印度尼西亚毫无争议的领土，这个飘零海外的无土之国背后所代表的也只不过是一段黑色幽默的历史而已。